Hello，各位同学好，我是中等老师 David 老师啊。今天晚上还是一样哦，在上海沪江。刚刚不好意思老师晚上了5分钟，因为老师刚刚网络还有系统出了点问题所以老师把这个电脑重新开机再来。再重新上线才解决问题，还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第32回老师迟了5分钟也希望同学们可以重新进来老师这个频道还是一样我们进入到第32课，我们已经在教未来式了这堂课老师看看老师上一堂教到144页几乎是我们整本书的一半了快要一半了，也希望同学们能抓紧进度跟着老师一起做学习那老师先做一个荧幕分享今天老师看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个网友在问老师一道发音的问题，老师明天再替这个同学做个解释因为他问的问题还蛮专业的老师在下午的时候看到还是一样，这是老师的沪江的这个平台如果上我们这堂课有我们专用的书那老师打开如果你有腾讯 QQ 的话那给同学们做一个先给同学们看一下好的，同学们如果你有腾讯 QQ 的话在老师这个地方有个做一个 QQ 的学习的群组在这个地方这个群组老师也提供大家四本老师的书四本老师的书老师书在四本在这边同学们如果有学的话今天教到144页，就老师提供这个初级英文语法书以及三本自然音标也就是自然发拼读以及国际音标V3 V4 V5 那今天的下午老师收到一份 email， 有个同学如果老师没看错的话，他应该也是从事英语类似出版社的这位同学也应该算老师他问了我一些很专业的问题明天我看有时间我会把他的问题带到这堂课，因为他问的还蛮专业的他问了一些发音上的问题那老师在这个地方给同学们做个分享那我们这个老师送书的这个群组老师刚做个建联那我直接贴到这个对话窗口那要加入我的免费书群的同学们按这个对话窗口的连结就可以进来了那位同学问了一个蛮好玩的问题他问 L 这个字母如果跟元音组合的时候，为什么元音它会有的时候念短元，那有时候 L 又不发音，那有的时候 L 又可以发其他音我觉得他写的那个还蛮专业的他问 A 字母 A 的短元跟 L approximate L 组合起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化。老师是认为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去学一些发音的课程那你可能会知道 L 这个的变化性非常多像老师所以看到 L 叫 lie L 的时候，我是念 l 或者我们在LA 的时候，我们念 la la la， 就是那个 l la 这个音。L 如果是配当字中字尾的时候，它会念 O L L 它其实是这样念的所以说它这个 approximate 静音是会影响那好，老师今天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课程那还是一样在老师的读书群，刚刚是分享是读书群如果是要老师的完整的书群这边还有一个 V7 学习群组也就是报老师单一节课，他一样也有书只不过他除了 V3、V4、V5 还多了一个 V7 两本书，还有一个沪江，还多一本语法书你看这位也有一个同学他叫 Dark L 他发一个东西给我看一下
OK， 好，老师先把老师 QQ 群放旁边了，还是一样啊。我们拿初级英文语法书啊，我们先进行到144页了啊，144页。我希望同学们呢、有的同学可能会，这个反应不一样，有的同学觉得蛮简单的，有的同学觉得太困难了。啊，那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按的步调啊，我们一起学哈、啊。那我们来看144页啊。144页啊，在这个地方啊，We will go bowling at L Club tomorrow night. We will go bowling at L Club tomorrow night. 好，那像第三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翻译题啊，老师来做一个差异性啊，我们来看看啊，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像这一题啊。老师做个精解好了啊，可以看一下，他说 bowling at L Club tomorrow night， 答案是 we bowling at L Club tomorrow night。 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两个选择啊。如果你用进行式中的未来式，你就会说 are going to。 那 bowling 呢，我们是 go bowling。 这个哈 v 加 ving 动词加ving 啊，或者我们可以用 will。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哈，看我们来看到 are going to就等于 will， 但是 are going to 代表进行中的未来式啊，已经正在进行中，而 will 只是代表未开始的进来式，未开始啊的未来式啊，未开始的未来式。所以我们来先看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用一个简单的句型，就是主词加助动词或 be 动词加上动词。那我们用这个地方决定时态，再加形容词、名词，如果有的话，再加介片、介系词、片语，来去表达时间。或地方，那我们可以看 tomorrow night，tomorrow 是个时间副词，利用英语的一个简单概念，时间的三个表态，第一，介系词加时间名词，第二，指定词加时间名词，第三，如果既没有介系词又没有指定词。那它就是时间副词，所以我们看看 tomorrow 的前面有没有字，有没有介系词，没有，有没有指定词，没有，两个都没有啊，所以 tomorrow 是时间副词，但 night 这个字它是时间名词，所以当它跟这个时间副词组在一起是 tomorrow night。它反而因为前面既没有介系词又没有指定词，所以它还是算时间副词。那我们看到 tomorrow night 当然是不太有可能我们已经开始了，因为是明天晚上嘛。所以这时候我们在 are going to 以及 will 中我们要选一个的时候，我们就写 will。 We will go bowling. We will go bowling at L Club tomorrow night.好，那老师再写一下哈，这个句型 ，We will go bowling at L Club tomorrow night。我把这句子写完，所以这个句子结构的第一个本动词，最主要的动词在 go。那我们利用 one subject and one verb， 我们利用一个原理啊。One subject
and one verb equals one complete sentences， 等于一个完整句。所以当你知道 ball 这个字、哦、它也可以当动词、哦、所以一个动词遇到第二个动词时，我们替它加 ing， 把它分词化、哦、就是这个意思、哦、那如果你现在就要去打保龄球呢， We are going to go bowling now。 好，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写这个式子啊，那同样本动词在这边，主要的动词 going 是分词，那我们用 to 原形 v 啊， to 不定词还 go 为原形 v， 并且当成分词，那这个 ball 也是分词。所以如果你今天看结构面来看， are 是本动词，其他有三个分词的落在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啊，分词化啊，做补语啊，这个意思啊。好，来我们看啊 Number four， 我们看到这边又是什么 At noon tomorrow， 所以你要用哪一个 Will Judy's sister 啊 Will Judy's sister study English at noon tomorrow 啊，或者你写什么 Will Judy's sister study English at noon tomorrow， 如果你用进行中未来式的话，什么 Is Judy's sister going to study English at noon tomorrow？ 如果这时候啊，尽量不要用第二种用法，因为 tomorrow 啊这个词啊。那我们看第五题啊， What will they do after school？ What will they do after school？也什么，也或者用进行中未来时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at the school? 第六题啊， I will play tennis tomorrow morning。 第一个啊， I will play tennis tomorrow morning。 I will play tennis tomorrow morning， 或者进行中的话什么， I am going to play tennis tomorrow morning。 I am going to play tennis tomorrow morning。好，那么现在今天来看哦，下一个时态叫做现在进行式 Present Progressive 啊。现在进行式定义用来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或持续的动作，现在正在进行或者是持续的动作。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video games. I'm playing video games. What are you doing?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video games. I'm playing video games. 好，来我们先来看、哦、这一大题怎么写、哦、现在进行式、哦、注意啊，在英语的时候我们来看啊，现代进行式在英语中它是分成两个来念，一个念 present， 一个念什么 progressive、啊、present progressive present progressive。 好，在这个地方 好在这个地方啊，重点来了啊， present 是代表什么，翻译成现在，Progressive 翻译成什么？进行，所以它就是由两个时态，也就是我们称的双时态，去组成一个表达的表达一个时间点。现在是叫 present tense， 好，现在是叫 present tense， 现在进行叫做 present progressive， 所以它多用了一个 progressive 这个字，而。Present progressiv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有一件事情
刚好在现在的这一个点，现在这一刻，现在这一刻这个点，你正在进行中，正在做，并且它可能是待会一直做到待会持续的一个行为，持续的一个行为。那老师刚刚讲过，它是一个双时态，好，老师刚讲出它一个双时态，所以记得，当你讲到进行式的时候，当你讲到进行式的时候，你就要讲说英语，我们讲时态，英语我们讲到时态 tense 哈，时态有四个，现在是，现在分词，过去式，过去分词 ，V 的 S E S I E S 变化 ，V 的 I N G，V 的 E D 变化 ，V 的 P P 变化。好，我们用这个变化型来去决定时态。而现在式的时候啊，比较简单，原形动词遇三人称 ，V 加 S E S I E S 结尾。那现在分词，我们就称它叫 participle。participle 就是分词的意思。participle 好，那这时候注意一件事，所以当你在用进行式的时候，现在进行式也就是现在式，那我们现在分词中 V 的 ING 我们又称进行，又称进行这两个字，可以用在进行。过去分词呢，可以用在完成、完成式以及被动式。完成以及被动哦。所以这个概念你就知道，现在进行式就是现在式加一个现在分词，变成现在进行式。现在式加一个现在分词哦，变成现在进行式。所以现在进行式呢，所以现在进行式它的概念就是现在加进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现在进行式就是主词加现在式的 be verb be 动词。再加上 V 的 ING 代表进行。那就是主词加 be 动词 am is are。再加上 VING。把它形成现在进行式。我们来看 I'm going to play tennis. I am I'm playing I am playing video games. 如果我现在进行式通常会用 now 这个词，now 一个是时间副词时间副词所以主词 I 就配上 be 动词 am， 而这个 am 则代表什么？现在。我们用原型我们用最基础的 am is are 去表达现在。那这个，因为我们记得 be 动词就跟我们讲说未来式中的 be going to 一样，be going to 一样。当你 be 动词，也就是我们的讲的本动词，本动词拿走了那一个动词之后 ，playing 我们讲它就是改成分词，也就是我们分词化，把它变成 playing 来去做 am 的补语。把它做出 am 的补语，也就是我们讲补充说明。当你是补语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名词形式，或者是形容词名或者是形容词。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分词化后的动词，它含有这个动词的原来的意思，并且可能它有名词或形容词的意义
好，来去做一个取代。好，在这个地方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video games. 那现在进行式的动词的形式有什么？肯定句 ，Are you, he, she, we, they? 加上 am, is, are. I'm playing video games. He's playing video games. She's playing video games. It is playing video games. You are playing video games. We are playing video games. They are playing video games. 否定句呢 ？I'm not. You're not. He's not. She's not. It is not. They are not. We are not playing video games. 疑问句 ：Am I? Is he? Is she? Is he? Are you? Are we? Are they playing video games? 好，在这个地方不难哦。所以先把你的主词想出来，你的 subject 啊，你的 subject 啊写出来。主词 I, you, he, she, e, we, they。我们配上 am, is, are, beaver, I am, you are, he is, she is,It is, we are, they are.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分词化的现在分词 ,V-I-N-G, 这时候都一样 ,playing. I am playing, you are playing, he's playing, she's playing, it is playing, we're playing, they are playing. 好，这个是一个肯定句的形式。而否定句呢，在现在进行式，我们就是还是一样 ，I, you, he, she, it, we, they, I am, you are, he is, she is, it is, we are, they are。我们加上 not， 然后在那个句子 playing。I'm not playing, you're not playing, he's not playing, she's not playing, it is not playing, we're not playing, they are not playing, 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啊，在肯定跟否定啊的句型。所以我们知道啊，英语的四大基本句型就是肯定、否定、疑问。问句英语的四大句型啊、哦，主词加 be 加 ving 啊、哦，点点点，这是肯定句。主词啊、哦、加 be 加 not 这个否定副词，再加 ving。这个是否定，把 be 动词移到主词前， be 动词加主词加 ving 加点点点打个问号，这个是疑问句。再把不知道的这个东西再往前移，就变成什么 wh be 啊。WH question 哦，加上 be， 再加主词，再加 ving， 再加点点点，打问号。这是英语四大句型 ：positive、negative、哦、还有什么 ？Yes no question。最后一个是什么 ？WH question， 啊，英语的四大句型啊。所以现在进行式啊 ，Yes No 问句 ，Are you watching TV？ Yes I am。No I'm not。完整回答 ：Yes I'm watching TV。No I'm not watching TV。疑问句啊 ，Is she watching TV？ Yes she is。No she isn't。No she's not。完整回答 ：Yes, she's watching TV.
No, she's isn't watching TV. No, she's not watching TV. WH question, are they watching TV? Yes, they are. No, they aren't. No, they are not. Yes, they're watching TV. No, they aren't watching TV. No, they're not watching TV. 记得怎么写啊？肯定解答是 am is 啊，不可以代名词缩写啊。肯定解答是啊，am not 不可以写成 am 啊。那么看第三呢、啊、，where、how 以及 what 引导的疑问句。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We're going to the park. How are they going there? They are riding a bicycle. What's your sister doing? She's playing a yo-yo. 好，在这地方啊、哦，大家看一下啊、哦。所以简单现在式与现在进行式的比较啊、哦，用来表达现在的事实状况啊、哦，习惯性的动作不变的事实真理或格言啊、哦，用来表达现在的事实，事实啊、哦、叫 fact， 表达事实啊、哦、，fact 啊、哦，复数型 facts。Facts. Her father is a teacher. 我们用什么？简单式。Her father is a teacher. 因为这是个事实，对不对？他爸爸是个老师，这是个事实的话。Her father is a teacher. 我们用 is 来做什么？Linking。Be verb， 然后我们叫 linking verb， 啊，连缀动词。Her father is a teacher. Father 等于 equals teacher. Her father is a teacher. 这是个事实啊。习惯性动作。My mother drives me to school every morning.My mother drives me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我妈妈每天都送我上学啊，所以用原形动词啊，遇到三人称 mother 变成 drives. 第三题 ，The sun rises and east. The sun rises and east. 太阳东方西升起嘛，所以真理啊。现在进行时不一样了。I'm watching TV with my friends now. 好，正在做跟持续的动作。I'm watching TV with my friends now. 用来表示最近未来即将发生的事呢。It is going to snow tomorrow. It is going to snow tomorrow. 所以你看到现在进行式的写法啊。我们用练习音啊，用括号内的动词啊，表以现在进行式完达下列各句。I 看到他做什么事 ？I am playing now. I'm playing now. I'm not going to go fishing now. I'm not going to go fishing now. 好，或者我们直接写什么 ？I'm not going to go fishing 啊、哦，其实不啊。我们如果用未来是 he will not go fishing 哦，因为他已经有 now 了、哦、所以说实在不能用那个老师刚教的 I'm not going to go fishing now 第三题、哦、you 正在做的事、哦、you are running now you aren't coloring、哦、now you are going to run now you are not going You're not going to color,、oh, color it. You're not coloring now. 第五题啊、哦、，he 有做什么事 ？Go fishing 嘛，对不对 ？He's going to go fishing now. He will fish now. 啊、哦，啊、哦、，He is going to go fishing. He will go fishing now. 所以我们比较对的用到 now 什么 ？He is going to go fishing now.第六题啊，我们看 he 做了什么事啊？哦 ，he 有钓鱼啊、哦，所以刚刚 you 老师看错 ，you 是什么 ？running，you are running now 啊、哦。
第五、第六啊，六 color 啊，在这边啊，好，我们看第六题，He's not 啊 coloring now，好，He's not going to go color，这样听起来怪怪，He's not coloring now，第七，我们用 they，我们看做什么事啊，running 对不对？第七啊，They are running now。They are running now. They are running now. They aren't coloring now. They aren't coloring now. 九啊，fish。我看九题目什么？We。所以什么啊？We are going to go fishing. We are going to go fishing. 好，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大题啊，剩下留给同学们来做。一题四造原问句啊，第二大题第一题。好，我们同学来注意看一下啊。根据题四造问句啊，Yes, he is. Eric is coloring now. Yes, he is. Eric is coloring now. 所以我们看，我们先把 be 动词移到主词前。Is Eric coloring now? Is Eric coloring now? 这个是变什么？Yes, no 问句哦。再把不知道的往前移。What are they？我怎么用 she 好了啊、哦、？What are 不用？What is he doing now？What is he doing now？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哦。第二题啊、哦、，No，they are not. They are not fishing now. 我们改成题目什么？What are they doing now？What are they doing now? 我看哦，they're not fishing now. ，they are not. 我们来看啊，they are not. We're not. 哦，we are not coloring now. 所以我们看 be 动词移到主词前，Are we？那这时候 coloring 拿出来，Are we going？Are we coloring？Are we coloring now？我们看 be 动词移到主词前啊，好，就变这样子啊。好，我们来看到第四题啊，Yes, they are. Yes, they are. Joy and Sam are playing now. 答案是什么？原问句是什么？What are Judy and Sam doing now? What are 啊、哦、Joy and Sam doing now? 哦，不过这边答案是 Yes, they are 哈、哦，所以我们要 Yes, No 问句哦，直接写 Are Joy and Sam playing now? Are Joy and Sam playing now? 第五题，No, we're not. We're not coloring now. 所以题目转成啊、哦，句子就是什么？Are you？哦，Are you coloring now? Are you coloring now? No, we aren't. We're not coloring now. 第五题啊、哦，第六题啊、哦、，Yes, she is. She's playing now. What is she doing? What is she doing? She's playing now. 用 where, how 以及 what 为句首来造问句啊，一样啊。They are taking a bus.
They're taking bus. 好 ，What are they taking? What are they taking? They're taking a bus. 第二题啊 ，a comic book. I'm reading a comic book. Are you reading a comic book? What are you doing? 再一遍啊 ，a comic book. I'm reading a comic book. I'm not reading a comic book. 好，我们这样来做啊，在这边不难哦，这答案不难哦。第三题 ，Wendy is going to the department store. What is Wendy doing? What is Wendy doing? What does she do? What does she do? What is Wendy doing? Where is Wendy going? Where is Wendy going? Wendy is going to the department store. 那四到八。四到八，我们看第四题啊。Orange juice, Joy and Sam are drinking orange juice. 我们来写啊。Joy and Sam， 那我们看题目什么 ？Joy and Sam。奇怪啊，刚刚做的那一题跑不见哦。第一题啊 ，Joy and Sam are drinking orange juice。我们再写 ，are drinking。Joy and Sam are drinking orange juice。嗯。所以这边有双主词。啊，这双主词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句子的结构啊？答案是没有啊。所以我们看，你把 Joy and Sam are drinking soda juice， 如果把这个 are 往前移 ，Is Joy and Sam is Joy and Sam。Drinking orange juice. Joy and Sam drinking orange juice. Joy and Sam drinking orange juice. 好，我们来看造句练习哦。好，我们来看啊，练习四哦。You not calling now? You 是代名词，也可以当主词。Not 时间副词 ，calling 现代分词 ，now 现代分词，所以少掉的是什么字 老师今天记忆力不好啊。Eric running now. Eric 是主词 ，running 是什么？现在分词。Now 是什么？事件分词。好，那这时注意哦，你这个 running 啊 ，Eric 跟 running 一个是现在分词，一个是主词，少掉了什么？少掉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分词嘛，所以少掉什么动词。你有主词，你有现在分词，你有时间，但偏偏你就是没有什么主动词啊。所以 Eric is 不进来 ，Eric is running now。Eric is running now。Eric is running now。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Joy and Sam are not running now. Joy and Sam
are not running now。第六大题引导翻译啊，第一题 ，I'm playing now， I'm playing now。Number two， he's playing now， he's playing now。Number three， we are swimming now， we are swimming now。第四题啊 ，Are you fishing？ Are you fishing now？ Are you fishing now？第五题啊，正在跑步啊 ，they're running now， they're running now。第六题 ，Oliver is coloring now， Oliver is coloring now。我们看练习二啊，用括号哈、啊，括弧内的动词以现在进行时来表达下面列举啊。我们看直接啊，第一题。会爬树吗 ？I am climbing a tree now. I am climbing a tree now. 第二题啊 ，not playing 啊，是不是？所以答案是什么 ？I'm not playing the piano now. I'm not playing the piano now. 第三题 ，You fly a kite. 我们直接看 ，You fly a kite. 哎，这边没有放风筝哦，这个 B 啊，第二个啊。第二个字就是放风筝啊，刚刚萤幕有点小，没看清楚啊。You are flying a kite now. You are flying a kite now. 好，那怎样 ？You're not playing soccer games. You're not playing a soccer game now. You're not playing a soccer game now. 我看十一啊。十一到这个十四都是一个练习啊、哦。好，老师先把对话窗口中的这个键连再推一次啊、哦。所以后来拿老师免费书的就按对话窗口的键连啊，你就可以拿得到啊、哦，拿得到免费的书。好，哎，老师来看上一堂课我们就要到多少？好，今天不好意思啊，一开始那五分钟啊，电脑刚好坏，所以我们看一三四啊。啊、不好意思，老师直接跳到我们直接看我们上次教到第几页啊？哦，等一下啊，好，我们看看上次教到134啊，以及61页。134以及61页，那今天教到了今天教到了152，谢谢152啊、哦。那我们现在拿出朗文的书哈、哦。OK， 我们现在跳到朗文哦 ，Betty Arza 哈。等一下，老师找一下那个档案夹哦。OK， 来啊、哦，还是一样哦。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进行到62页哦。Okay, let's jump out to Betty Arza, Basic Grammar, page 62. Let's go to exercise 34, chapter review, directions,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 我们看哦 for A, 我们看第一题哦。Where is your book? Yoko has it. Where are your notebooks? Ali and Roberto.Have my notebooks. 好，再一遍，我们看练习三次啊。Where is your book? Yoko has it. Where are your notebooks? Ali and Roberto
have my notebooks。好，所以我们用这个原形动词 have 啊来去做拥有权。第二题啊 ，What's this？ It's a picture of my family. Who is this？ That's Anna's father. Who are they？ My brother and sisters。好，再一遍啊，在第二大题 ，What's this？ It's a picture of my family. What's this？That's my father. Who are they? My brother and sister. 第三大题啊，第三题啊。What's this? I don't know. Ask someone else. What's this? It's a 什么东西啊？第三大题啊，第三题啊。What's this? It's a 什么东西啊？所以啊，来看一下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三题。What's this?I don't know, ask someone else. 然后他写 What's 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我这题蛮特别，其实不好造句啊，因为它少掉动词啊，所以它能出现答案很多。我们看第四题啊。What is an animal? What is an animal?我怎么写什么 ？Is a cat an animal? Yes. 好，跟着老师在一起做啊。一下，老师开一下。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答案哦。这边有个括号，我们看。怎么写回来哦。好，我们看啊、哦，他说引导翻译，我们来看可以用哪些字来做引导。哦，没有办法啊、哦，前面都没有特别的字来做引导啊、哦。第四题啊、哦，我们看到答案有 yes no 啊、哦，所以反推的时候它是什么？上面这是 yes no 问句，因为你的答案有 yes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啊、哦、is a cat an animal? Yes。哦，我们用 are 好了哈。Are cats an animal? 打问号啊。Are cats animal? 这边不用加 a， 这边加 s 啊。Are cats animals? 啊。Yes. 啊。什么我们看什么最后下一个答案 ,an insect.好，那看前面填什么？所以答案是 No, it's not. It's an animal too. No, it's not. It's an animal too. 如果我们这边选个答案哦，嗯 ，it's a fly, an animal. No, it's not. It's an animal too.Oh, is a fly an insect? No, it's not. It's an animal too. 好，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直接进行到63页的35。On page 32, exercise 35, directions. Work with a partner. Give directions using the given preposition. You can look at your book. When you speak, look at your partner. Aim.Put your hand in your pocket. Partner B puts her or his pen and 哦，不好意思啊，老师这个电脑这个字没显现出来啊。哦，
OK，我再念一遍。Parnaby puts her or his pen in her or his pocket. Your turn now。所以我们在partner A 跟 partner B 在 review 的这个地方有很多介系词。再讲一遍啊，介系词。然后我们看介系词有什么？in，有 on。有 above，有 under，有 between，有 next to，以最后一个 behind。哦，在这个地方啊，记得时间最常用的介系词就 in and on。当然，这边又有其他的啊，你可以背一下啊，你可以背一下啊。来，我们看练习36啊。Okay, so on page 36, directions. Do one or more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use in each activity. Ask what's these, what's that, what are these, what are those, and any other questions you want to ask. Pair activity pair. 好，我们来看哦。等一下，老师来看一下啊。Use a blank sheet of paper. Draw a simple picture of an outdoor scene. For example, things you can see in a dark or a city street, in a country, at a marketplace. Show your picture to a partner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it. 我们看 sample drawing 啊。Activity 2, group work. Volunteers can draw pictures of outdoor scenes on the chalkboard, and the class will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pictures. Activity 3, pair work or group work. Bring to class pictures without people in them, postcards, photographs, magazine ads, etc. Show them to a partner or the class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m. Your teacher will help answer questions about vocabulary. Activity 4, pair work or group work. Draw the floor plan of your dream house. Show where the kitchen is, the bedrooms, etc. Show the drawing to a partner or the class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it. 所以练习36啊，主要。哦，你可以有四种方法来做，不过这四种方法都是需要有两个人做啊，没有办法啊，所以练习37 Chapter Review Direction Complete the sentences in this composition by colors。那我们来看啊，老师直接念，练习37页答案呢、哦。My name is Carlos. I'm from Mexico. I'm a student. I'm 20 years old. My family lives in Mexico City. My father is a businessman. He's 51 years old. My mother is a housewife. He's 49 years old. 所以这边很快就做完了。好，朗文这个地方在51页啊，也是64。好了，备注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教到的地方啊，还是一样啊。152跟64，哦，152跟64啊，那希望同学们今天有把它做好啊，还是要呢，今天老师稍微晚到了5分钟啊，但是今天还是有把它教完，还是一样，哦，同学们晚进来的啊，老师现在对话窗口啊，写下我们今天的上课的这个连结哈。第一本书有用到老师的书的连结可以给同学们一个操作如果是这个免费书群，还是一样如果想要老师的其他的书的话，也希望如果你有 QQ 群的话但老师父辈的就是 QQ 群如果你有 QQ Messenger 如果你有 QQ 的话，记得老师有课程。有课程
那在这个地方啊，老师这边有个课程啊，有些学生在这边文件夹里面有些书啊，同学们如果要拿免费书的话，欢迎你啊进老师刚打的那个连结啊，或者在老师的这个互江的这个群里面啊留下问题，老师看到会尽快与你回复啊啊，告诉你怎么去拿这些免费书。那今天就上到这里啊，也谢谢同学们来收看。那明天礼拜四上完了，我们一到四有上，礼拜五都会休息啊。已经今天已经进行到152页了，整本书330页进行到一半，也希望同学们呢、把握时间呢、最后一节课啊免费工作课，希望同学们一起把它上完啊。今天上到这里，也谢谢同学们来收看。